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，哎，法国足球是第二名，拿到第二名，世界第二，是不是？上届蛮厉害的。然后我们应该要第一名。我们虽然输给那个 Argentina， 可是原本我们今年有很多人不会上场，因为他们生病了，所以我们的 player， 我们的足球 player 不是原本要去比赛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输了，可是不是我们的 A team， 是我们的 B team， 不是最佳阵容。你这样跟 Argentina 的人讲，他们会说啊，你们假如是生病的，就不能算是 A team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就会这样讲。可是他们没有别人，只有梅西是很厉害，可是他们的别的 player 都是不好的啊。然后我们也有一个 player 是 Zinedine Zidane， 你们知道吗？光头的 Zidane， 对。然后他现在在那里？他在那个 Madrid 变成他们的教练，因为西班牙太烂，所以他们需要法国去教他们怎么玩足球。西班牙足球太烂，需要法国最厉害的人去教。而且很好笑，就是两位胡说八道在讲。两个在胡说八道。我跟你讲，我不知道那个是最可怜的，就是一个韩国，整个世界杯的历史最好的成绩是第四名，或者一个92年的世界杯的历史只有得过一次冠军的西班牙，要跟我凭什么的？哎，那么我们巴西得了几次啊？我们巴西是5次。我觉得好好笑，大家会说什么巴西退一步了，像阿根廷多厉害。阿根廷如果不是这个世界杯，他们得了几次的冠军？2次而已。对，我们在全世界最热门的运动足球嘛，是球王啊。哦，巴西还是 number one 就对，凭什么得过最多次冠军？那世界排名是第一了。其实我觉得足球这是一回事，好，可是还有很多其他运动吗？ Hello， 冰上的运动我们就是世界第一名啊，这就是你没有办法比啊。好，花饼我们真的就是世界，就是这真的最厉害的嘛。男生女生，然后就是男女一起都是嘛。然后 ice hockey 也是，就是棍球，冰上棍球也是啊，对啊。啊，你说那个什么巴西很厉害，当然啊。你们很穷啊！你们除了那个球没有别的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一直扭脚踢，一直吵架，然后自己很和乐就好了。好了，但是大家到底对于这个运动有多么疯狂，多么热衷？其实每一个文化都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也是很疯狂吧？有多疯狂？在韩国是一个啦啦队，看球赛的最热就是一些音乐啦，还有那个应援的道具。那现在很多那个网络都有卖，或者是球场外面都有卖，可是不便宜哦，你知道吗？就你看，就用一次两次就花了几百块、几千块，那个我觉得不划算。那韩国用什么样的？用的那个道具呢？自己做塑胶袋，对。这是什么？塑胶袋。你们，我以为球的，你们会吐是不是？原来球的是，你们喝太多酒了。啤酒，我下午进来在那喊什么？对啊，这什么？这干嘛？其实每一个球队都有颜色，知道吗？那个主题的颜色，某一个球队是蓝色啦，有时橘色啊，什么这那种。那刚好是某一个球队的这个颜色是。浅黄色的话呢，哈，准备大家都准备这个黄色塑胶袋，对，那就要卷起来，然后这怎么用呢？怎么应援？戴到头上，好丑啊！全部想想，全部都好，还有89、19哎，对啊，全部都戴，全部人戴这个，这个好方便，下雨了可以戴在头上啊。但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人在对运动赛事其实是很疯狂的，因为我现在是直男的啦，对，然后每次在那个篮筐下的时候，就可以听到球场第一排的观众都会很热情这样，然后喷垃圾话，就比如说球员要投三分球，放给你投啦，你也投不进啊，就一直讲，就很清楚。然后或者是有时候裁判就是判这球尺度不太抓得不太好，然后现场的球迷就会跟着一起呜这样子嘘，就是裁判这样，或是有一些很可爱的球迷，就是我们每次上班的时候，不光
是啦啦队，甚至球员，他们都会接他们上班，接他们下班，就一直陪伴我们这样。我觉得台湾的粉丝其实非常非常棒，是因为是他想跟着你们吗？你在欧洲，欧洲因为那个足球很兴盛嘛，没错，他们根本没有在上课的，尤其是西班牙，对，是欧洲失业率最高的一个国家嘛，哦，西班牙啦，对对对，小偷也很多的。听说那个在足球比赛的时候，在那个学校是找不到人的，同学全部都在酒吧，教授也在酒吧，没错，对对对，那办公室也都没有人，因为你的主管也在酒吧看球，对，哇，对对，大家都在看，这是事实哦，事实啊，基本上我们是有重要的球赛，就是整个国家经营停止，就是翘课翘班。大家，那那个球迷的疯狂度是红绿灯也停止了，没有红绿灯啊，很像世界末日啦。我们是球迷的那个人生的价值观，大概是第一个人生优先是足球，第二个可能是家庭朋友，再来是工作课业这个顺序。哇，那个。对对，就是有球赛的时候，如果输了，他们会生气到处去就破坏公物，就是可能翻车啊，把车烧起来啊。新闻画面，足球流氓，不是他输了这样子搞，对不对？赢了也这样子，赢了破坏更多，赢了就是世界末日。输了是破坏公物，赢了是开心到破坏更多，哎，橱窗啊、茶垫啊都破，都整个是世界末日，超恐怖。哇，法国跟西班牙很像，差不多，对，欧洲的都会。然后虽然我们赢了或是输都是一样，然后我们会对把那个。那个双色里是那个巴黎的很有名的地方，对他们会把地板的石头，然后破坏那个 Chanel 跟 LV 的。哇哦！最夸张的，他们也会把一个车子放在那个街的中间，然后会把它烧掉。天哪！烧车烧掉！对我有影片要给你们看。影响这么多啊！烧车这种事情，他们庆祝的时候还会烧车。烧车，我觉得哈，就外国人看这种球赛的时候，要准备两个国旗哦，是看谁赢哈，拿出来，知道吗？不要乱拿，这个赢了耶，不然就会殴打上，拿错就倒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自己本身到底运不运动，这个也很重要，是，对不对？佩德罗。爱运动你是吗？是吧？终于进入到终点了。我十公里田径的时候，十公里34分钟以内啊，这边哦，这边是这是你的成绩，对对对，正式的成绩还是网络上面找？十公里，对，34分钟以内上下坡的那种。哇，上面很快，真的真的赞哎。就是巴塞罗那，西班牙像佩德罗的很多，对，真的，真的，巴塞罗那，蔡奇阿米，真的，蔡奇阿米，菜市场名，可以对身份证，是不是真的？就跟台湾的淑芬呐，淑芬一样，雅慧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再来了，骑脚踏车从巴塞罗那到希腊，3000多公里，一个暑假一个月 ，Slovenia。法国，这有照片，这个在看。意大利各国的边界都有证据，就是我们有上新闻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中间综合台。同学。